那个 CD Christian Dior 对不对？他说那个女人的化妆品那么多，那女人还是爱美啊，虽然没有还是爱美，那桃仁哈，因为人际的可以做敷脸啊，哈，这个太阳晒，然后这个太晒太多，我们要保湿什么哈，诸如此类，啊，都可以用。那唐龙川呢？他说，桃花红了人味苦，得地火，因为红花啊就像芍药一样红了啊，又得地火之性，那是。所以说，人像心脏，好，正入心中，所以桃仁能破血，也能生血。好，诸位记得，中医的观念里面就是这个，我们常常在补血。然后老师，那补血的话，南派温病呢，这种四物汤很正常的补血。可是你越有人吃四物汤，一吃就嘴巴也破裂了，嘴角也干裂啦，好，晚上也不能燥，让病人变得很燥渴、焦躁，素脉变得很素。哦，嘴巴很燥燥渴，需要喝冰水。老师，为什么这个同样吃四物汤，他不会有事，他有事，就代表他补不进去。所以你如果说不了解如何补血，只知道开补血的药，而不知道如何去把血补足，你没有办法治好贫血。那很多的贫血呢，实际上是阳不入阴。阳不入阴就是怎么讲阳不入阴？比如说他身上有血，淤血堵到，在这血管里面淤血。那阳气呢，真的血里面的阳，就是血里面的动能。那这个阳之气也可以说讲我们血里面的 O2 或者氧气 whatever，在血里面停到有很多的氧，啊进不去，因为有淤血堵到。这个时候你开活血化的药，把活血化瘀的药，把淤血一去掉的时候，阳可以入阴，那血液循环就开始动，血就开始生产制造啊。所以中医过去呢，我们在治疗贫血的时候，你看肝藏血，好，脾统血，心生血。心脏生血、肝藏血、脾统血，所以你要这三个脏同时能顾虑到的话，就可以把造血的功能恢复。好，造血功能恢复。那西医到现在贫血没办法无治，没有办法治贫血。好，所以大概2个月给你打个 B12，就是多种维他命 B12，注意这一剂或者怎么样，然后看看红血球代替了，给你打点红血球；血红素代替了，给你打点血红素。啊，铁太少了，给你吃铁片。那你如果是按照西医的做，铁片吃完就堵在肝脏里面。哦，肝里面都是铁，哦，那吃完铁片以后，第一个后遗症就是便秘。哦，你不相信你吃吃看，吃铁不补铁哦，西医认为补铁，你吃那个铁剂还不如去吃点那个叫什么菠菜，搞不好补的铁还比你更好。哦，所以西医不晓得如何治贫血。好，像我们开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再开一些入肝、入心脏、入脾脏的药。淤血就会补起来。好，这个我在后面注了一点，就是你一般临床医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你如果说看到这个小姐是你的情敌，看这个小姐这么漂亮，像她月经痛对不对？桃仁给她多加一点，她就跟你说，哎，吃了这个你开的药。月经不痛了很好，可是为什么痘痘那么多？脸上长满痘痘，啊，所以桃仁的话，年轻小姐不要吃太多，哦，或者你用别的药取代。老师，这个1钱就可以了，对，那其他我们加别的药，我们活血化瘀的药很多嘛，桃仁只是其中一种。桃仁会上火，那女孩子会长痘痘，好，男人也会长痘痘，啊，所以你看，如果不顺眼，加点桃仁下去就好了，很灵光的哈，因为我在临床多年，我稍微加减一下我就知道，也很多年轻小姐来找我治那个痘痘，哦，那个痘痘很大啊，我就用火罐去吸啊，对吧？对吧？你不可能用嘴去吸啊，那么大，恶心死了！用火罐吸，那火罐吸，左边拉10个罐子，右边拉10个罐子，每个罐子那个血就有7分饱，整个粘稠稠的，那个青春痘大到这种程度。好，那你开完之后，你开处方给他，我们开些白芷啊，就黄连啊，清热解毒的药，你再开个桃仁下去，长得更多，对啊，所以一定要知道哈，以后会有青春痘小姐来找你看病，好。那你给岳母千万不要吃太多，岳母说：“我60几岁还长痘痘，吃了你的药居然长红长青春痘，啊，就是桃仁，错就是桃仁，啊，我每次把桃仁一拿掉，痘痘就没了，一加进去痘痘就来，所以我心里很清楚啊，你记住，这个药针的日本的东洞经方家东洞吉，主治淤血、少腹满痛，兼治肠痈、妇人经水不利。”肠痈的时候，里面有淤血，我们要活血化瘀，会用到桃仁。好，肠子破裂了嘛，好，里面有出血。那桃仁呢，里面有人蓟，也可以润肠，同时又可以把血供出来，当然很好用，哦，非常好用。哦，那后面呢？后面的这个生桃石，哈，你吃多了，让它膨胀生疮的，这个你们自己去看一下。
啊，这倒我倒这个倒无所谓。那至于说双人啊有毒啊什么，这个倒不太不用太在乎，好、啊，不用太在乎它。那以前的禁忌，诸位真的要用处方药的时候哈、啊，不要受禁忌的影响，好、啊，需要用就用，不要被禁忌绑到手脚。好、啊，这个桃仁，桃仁再来呢，杏仁。啊，在《本草》上面有这个杏仁呢，啊，叫杏核仁，知道吗？杏核仁，他说有一点小毒，所以就是因为有小毒，现在的南派的中医呢，你杏仁都不敢用。你刚刚说用三钱，哎呀，杏仁有毒，怎么用三钱？我请问你，我们台湾人吃那个杏仁豆腐，你什么时候听到有个人吃杏仁豆腐死掉了？那没听过，对不对？杏仁很好吃啊，啊，这杏仁还有个故事在后面。哦、啊，过去呢，东北我们这个抗日战争在东北打的时候。结果很多人得到 TB 啊，就是肺结核。那当时没有什么药啊，没有什么药，那怎么办？就是老先生啊，就跟个年轻人讲，那年轻人肺结核啊，一直在咳血啊，怎么样？他说：“你去买，去花点钱买桃子，啊，买那个杏，山东东北有产那个杏，杏跟桃子很像，但是皮是光亮的。美国有产那个。然后你吃那个杏没有用，它里面的仁，新鲜的仁啊。”然后你去专门吃那个人，对年轻人说，这样你就会好。好，他说这那我无所谓啊，我咳了每天咳嗽都咳得入血。好，就拿钱里买很多杏回来，然后跟小朋友，你们大家来帮我吃杏，但是条件就是核要给我。他小朋友很乐啊，就吃完，他核手里就打火，吃那新鲜的杏，就吃吃了两三个月，咳嗽也好了，也不吐血，咳血都好了。好，这个故事就传出去了。传出去以后，这日本人呢，那时候占领东山时，那人说啊，这个家伙居然好了，对吧？我拿来化验看看，看看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找个理由抓起来，抓起来把他剖开来看，一看他肺里面所有的肺泡结的状，一个杏把它结住，好，完全功能完全恢复，只是很杏把那个肺泡破损的地方统统结起来，结痂，连那个里面的结痂那个筋结统统被杏包住，所以这个杏仁有那么好的效果。哦，这种都是二次大战的那种记录，我们看到有些这些记录啊、哦，刚好验证中药是对的啊、哦。那这个性温呢，它这个温度，这个药性比较温和，比较温性的药，味甘苦。好、哦，杏仁呢，咳利痰气的药，张仲景用杏仁用的很多，它包括宣肺祛痰，好、哦，肺气呢，好、哦、不开，哦，宣肺，好、哦，它能够祛痰。这个杏仁祛的痰呢，都是浊痰。哦，黄浊的痰，哦，对肺的功能很好，好、哦，那我们不管治疗百日咳，管它的名称是什么，不管是 TB 或者肺结核，或者是肺气肿，或者气喘，或者只是一般性的咳嗽都没有关系，只要看到有痰，好、哦，肺气没有办法宣泄，都短气，通通可以加杏仁上去。杏仁呢，白痰，那黄痰，好、哦，黄粘稠的焦痰，好，那。口渴一般来说里面是热症，我们可以用杏仁啊。那这个主治呢？你看哈，它能宣肺解肌，哈，除风散寒，润燥消积。注意看这个硫元素，它说除肺热，治上焦风燥，好，那润大肠气密，好，吃的杏仁都会有通润大便的功能，好，通润大便的功能。那唐荣川呢？两杏仁跟桃仁都有。有油啊，但是杏仁得到苦味，没有辛烈，没有辣的味道，所以降而不及，所以它色白，杏仁颜色是白色的，好，属于金，好，所以凡吐血咳痰呢，都会使用到这个杏仁，啊，所以看这就是杏仁核啊，杏仁很好吃啊，闻起来就是杏仁味道，台湾那个杏仁豆腐有没有？哦，这个杏仁核，啊，我们在药房里面做生药的时候。杏仁拿出来丢到煎汤器里面的时候，会先在锅里面打碎丢进去，好这样煮比较好煮。不然的话，它一片好像煮个花生一样，没有，不然就不容易煮开。我们一般把它打碎，打一碎一下，打敲一下，你也不用把它打得很碎啊，打碎煮，好药力比较容易出来。好，那所以说那个吐血一定会有咳痰，好痰是气分，因为气逆而血生，所以引出血。这个时候，痰呢就是有痰你没有好，痰一直咳出来以后，血就跟着痰出来，长龙痰就这个意思。
你会看到血是因为之前有痰出来，所以说杏仁能够去痰，所以它能够止血。好，最主要是它把痰去掉，所以血就归位。好，最主要原因在这里面。好，那这个禁忌杏子啊，这种杏比较热，跟桃仁杏仁都一样，好吃的容易长痘痘。好，但是你如果做成杏仁豆腐不一样哦，那豆腐本来就去热毒的，所以我们中医过去用豆腐，好，比如说这个慈禧太后，她吃那个珍珠，因为珍珠可以美颜嘛，哈，珍珠有毒啊，那个就怎么吃，她就珍珠下面一层豆腐做底，把珍珠放上去。当然你不会那么撒珍珠撒上去啊，因为用个棉布把珍珠撒在布上面，这样一收好收啊。啊，不然的话煮完了之后到哪里去找珍珠？到里面烂豆腐里面堆里面去捞，对不对？没那么撒嘛，对吧？啊，因为珍珠很小颗，好，那把用棉布，然后珍珠放在棉布上，下面是豆腐，然后上面呢再放一层棉布，把珍珠盖在棉布中间，再放一层豆腐蒸。豆腐很奇怪，是豆类的东西可以去这些热毒。所以你如果是杏仁用豆腐做泡制过的话，反而可以去痘痘，哦，反而可以去痘，那个热性会没有。好，所以你吃杏仁豆腐倒没有关系。好，这个354，好，腐背，这是小豆花，好，小豆花，过去我们现在很少用了，我们现在这个主治心中懊恼啊，旁治心中结痛及心满。反正我们用豆豉，好，豆豉后面会介绍豆豉给大家听。张仲景的这种栀子豆豉汤来治疗专门好虚人的失眠，好，虚人的失眠，我们这里就跳过去哈，因为现在不用了，我们就用豆豉。好，355，这是苦瓜。好，那这个苦瓜呢，这个跟我们这个台湾吃的苦瓜名字类似，好，但长得不太一样。好，你不要把台湾的苦瓜拿来做，好，味苦有。含有毒，那这个它的瓜和它的籽入药，能够四肢排便，好水肿，能够排水。这苦瓜主治水肿，那诸位呢？我们很多的水肿，这个诸位要分，我这里大致分一下。等到我们介绍金匮的时候，我还会再分更细。我们有一篇专门论水肿的啊、哦，有一篇专门风水啊、脾水啊什么很多很多。这里先给你们一个简单的概念，你读了那么多《本草》里面的东西，很多都是利水、利水、利水。我们有两种水，一种肝病造成的水的时候，好、哦，那腹水肚子很大，这个时候我们是以健脾为主，脾脏把脾脏功能健起来，所以我们开很多处方，好、哦，都是比如说苍竹、白竹啊，好、哦，泽泻、车前啊，好、哦，木通啊、灯心草，这种都是健脾利湿、渗透利湿、渗透肝胆肾利的药。那你如果是肾脏病，很多人肾脏有问题会水肿啊，水肿那堵在下面，下脚两个腿脚都肿起来，这些肾脏病的水肿的时候，我们的主力的药，好，所以我们用桑露啊，好，用一些甘水啊，用一些圆花啊，不，用一些甘水啊、牵牛之类的，好，我们把水排掉。那如果水跑到肺里面去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甘水啊、圆花、大戟啊，好，这个来清它。还肺里面跑到肋间里面去了，我们可以用一些生半夏啊，好一些。那有一些积水跑到子宫里面去，造成子胀，子宫里面堵起来，我们用一些甘遂啊，好一些大黄啊，好放在里面。那如果是治水，它是外边的风水，就是皮肤整个肿起来，这时候中医是用发汗的方法，汗一发水就退掉了。好，所以我们光是治水，我们有很多种处方不一样。好，以后我慢慢再，因为现在讲的是本草，只是单位的药，讲太多等于偏离主题。但以后我再讲伤寒金匮，我会把它归类给你看，好，归类给你看，你这样就很清楚了。这里的苦瓜呢，这一般来说，这种治水肿，这是不太可能去治疗肝硬化的水肿啊、腹水，不太可能。但是它能够小便小不是很好，不顺利哈，小便小不出来，你可以吃它。好，你有些这个是肾结石啊，好，这种可以做哈。你看陈脏器，好，脏器是一个医生，兼之低鼻肿，你可以出黄水，好，去伤人这个伤于人和鼻塞的黄疸，好，那这种就是看看，因为苦瓜我们现在也很少用，好，很少用，好，可能诸位到如果有机会到这个山西的地方，好，看看苦瓜就是那个东西，一般来说这是食品类的，好。356，这个是水芹，
我们有陆上的芹，就是我们现在吃的芹菜。好，还有一种芹菜是生在水里面的。现在水里面的芹菜的叶子跟陆上的芹菜，陆上的芹菜叶子比较大。好，现在水里面叶子比较长、细长，像竹叶一样比较长，那是水芹。好，水芹。但是水芹呢，这种都是解热止血哈，能够健胃的药。好，止血的功能很好。好，那这个好，一般它是这个味甘性皮，那个性它的药性是比较平和的。好，那会用到水芹在食物里面用，比如说一些解酒啊，好，小孩子发高烧啊，好，都能给好小便出血，好，这是食物类的东西，好，可以这个常常吃没有关系。好，那最后一位357，好，这个皮脂好很少用，好，几乎现在已经没有人在使用了。那《本草》本来有360，后面少了几位，那是因为我跟大家诸位讲，就是缺失掉了。好，它缺失掉，还有一些有摆在里面，可是现在人已经没有很多人没有人没有办法去认得它了。好，没有办法认得它。好，那最后一节呢，就是我把它增补《本草经》不足的。如果后面这些药加进去的话，那几乎《伤寒金匮》里面药通通在里面了。好，如果读《伤寒金匮》的时候，都不会产生药物看不懂或没听过的问题。好，那这个增补里面呢，第一个就是专门讲清炎，像我们前面讲的乳炎有没有？它里面有胡炎呐、啊、什么？我们这里专门讨论清炎，单位清炎。清炎呢，诸位看到是方方小小的绿色的，好，看起来是青青的，好，颜色就是青色的，好，这是清炎。清炎呢，这个就是我们。大陆青海的盐吧，好，青海的盐，好。诸位呢，如果说你看那个青藏铁路的特别报道，没有？他们到高山的盐湖嘛，就那个，好，就那个东西。那个盐，你想想看，有多少在上面？我们中国人十几亿人来吃，吃个几袋也吃不完。哦，那高山的盐呢，还在里，还在结晶在里面，你看看，那就是青盐。好，它的性呢是肝显而寒，直接入肾经。好，肝显而寒。那过去在青海这一带的人呢，因为他们食用的盐是青盐，所以说他们在这边的人几乎没有人得到肾结石。好，在经方里面，张仲景《茯苓龙涎汤》好里面讲的就是这个用青盐来打那个肾结石。好，肾结石，所以是很好使用的。好，那你找不到镇青盐的话，你要用滑石也可以嘛。好，那这个青盐现在大陆人呢，一般大陆中医不会用，所以你要特别要指明青盐啊，要小心不要拿的是海盐。青盐跟海盐你一眼就看出来了，青盐就是青色的，真的就是青色的，海盐就是白色的，一看就看出来啊，骗都骗不了你啊。青盐方方的，一个结晶体，是方形的。好，它呢助水脏，好，坚固固齿，明目乌发。好，那你拿来，我们过去拿青盐打成粉跟泡附子两等量打成粉来刷牙，来保持牙齿很好，不会动摇哈。那你说如果说喝了冰水，我这两天每天看到那广告上都在打那个西医的牙医在说，哎，你牙齿喝冰水牙齿会酸怎么样？涂这个就好。怎么青盐和那个啊，青盐跟泡附子刷两，你再刷两天，两次刷完再去喝冷水看看，马上就好了。好，中医比他们还快。好，牙齿还很坚固。好，吃的那个用青盐来刷牙，青盐跟泡附子刷牙齿会很坚固。真的，你那个牙齿是摇动的，会摇动的牙齿，好，你下次用青盐跟泡附子两个等量混在一起，刷两天以后，你第三天你去 order 一个 T bone， 那个排骨丁骨牛排 order 来，然后你再跟他说，微要让全部烤熟，咬啊，哇，一点都不痛，真牙齿真凶啊。好，这个青盐非常好用。好。那过去呢，眼赤目痛，好，吐血逆血，齿舌出血都可以使用。好，然后用青盐来漱口都可以。好，泡制不要煎炼，方龄的啊，进色青的最好，颜色青色的最好。好，那诸位记得，当我们在用只有用在供水的时候，排腹水的时候，盐巴不能用，好，要忌盐，尤其在使用伤那个甘遂跟牵牛的时候。这个甘遂跟牵牛很好玩，你单用甘水病人受不了，很难过，上吐啊，恶心啊，好像你单用牵牛也不行，下痢啊，肚子痛啊，你两个混在一起一点都没感觉，就在排水。好，大便排出来，
当然小便也会排泄，但绝大多数是大便排出来，等量哈、哦，等量。但就是要忌盐啊、哦，就是要忌盐。第二，好、哦，柯立乐就是我们的柯子，经方里面有柯立乐散，好、哦，你看这个柯立乐呢，产我国广东的地方，它的实是六个角，好、哦，六个角很像那个死君子，死君子也是好多角哈。哦那这个性味呢是味苦酸涩，好性温无毒，这个是它酸收敛酸涩的药，所以柯子呢专门是涩肠治痢的药，保肺调气的药。好，那张仲景呢是当然用在气力啊，就是那个拍放屁的时候好像机关枪一样，啊嘣嘣嘣一直不断的打气力，好那个是下力，但是它没有力，它不断的排气排很凶，这是我们用柯子，好就是柯立乐，好，那这个。他这个真诠的那个破胸膈结气通利津液哈止水道能够让头发变黑的。现在只要能让头发变黑都是很热门的哈、哦、或者让很瘦这都是很热门哈、哦。啊。这个大明呢好、哦、他说第二段下方那边哈、哦、大明这个小解说的利人呢就是这个下利的病人呢肛门很急痛啊里急后痛产妇有阴痛都可以合纳烧烟熏好、哦、用柯立乐来烧烟来熏。啊、哦。好，那个疏肛，你看这些是医生的临床经验哈。因为咽喉不利，含三素美参，因为它能够下气，好，能够下素物，好，能够通气，好，收敛，啊，收敛功能。所以喉咙不利的时候是喉咙闭锁住，那你心里在想张开的话，其实不是，是收敛。啊，为什么？好，那喉咙本来就是这样子，食物可以通过去的，那现在堵到了。那你要收的话，它越你要收敛的话，这是往回收，这往回收，这往回收，这往回收，所以管道会打开来，所以我们要酸收的药，好，所以喉咙才会打开来，要酸味哦，好，那张仲景还担心那个半夏通利的还不够，把半夏泡在醋里面，乌醋更酸，下去通利它，好，所以我们半夏，我们讲苦酒就是醋，好，你不要老是那个国语歌的苦酒满杯，那是喝醋啊，我们中间的苦酒是醋，好。你不要说老师那个苦酒怎么做，不是已经有了那种醋就是苦酒，好，啊，这个好酸收，知道有意思吧？收了四面八方一收，它就喉咙就打开了嘛。好，这是收。再来呢，红花，好红花，这个《本草经》也没有记载，在我国北方很多地方都有。好，那最主要呢？我们有几个红花，好，诸位看到可以看到后面有番红花、藏红花、土红花，好，我们现在市面上，我最常用的是川红花，好，川红花，啊，川红花呢，那个像这个花的颜色很红，啊，这红花，好，诸位看这红花长这样子，好，如果打开来没有味道，淡没有味道的话，就是。藏红花，打回来怎么有个臭袜子的味道？川红花，好、哦、比较腥臭，好、哦、川红花，哎，川红花跟藏红花的价钱差很多，啊、哦，那个藏红花很贵，啊、哦，川红花比较便宜，好、哦，那味辛性温，无毒，好、哦、红花，这个是活血行瘀的药，好、哦，一般来说大吐血哈，好、哦、产后的血瘀我们都会。用红花，为什么？因为我们血在走的时候，红花能够行血，所以血里面有淤血块挡住的时候，它都能够把它清出来，啊、哦，让血变得很流，那个速度加快，啊、哦，不会有淤血堵在身体里面，啊、哦，那用的多呢，会把血会破坏掉；少用呢，能够养血，好、哦。那一般来说，我们五分到1钱1.5钱就很多了，因为红花籽很轻。所以看到的红花籽很轻，好、哦、很轻。那这个好、哦、唐荣川呢？好、哦，他这个他对红花解释的非常的好。好、哦，后面呢？你看哈、哦，花性主清阳，唐荣川有没有上行外走？好、哦，他说属阴，我们的中医的话，这个好、哦、专科讲的话，专业科医师讲的话，经验哈、哦，治风我们要先治血，血行风治面。我们讲的风就是肝，肝就是风脏，肝脏就是风脏，好，所以治肝一定要先去治血，好，血走，肝病自然就会好，
血足则肝阳不动，好，就风自息，风就会停止下来，肝病就会停止下来。哦，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让它行血，所以活血化瘀是我们治疗肝病的一个大原则。啊，结果做栓塞，你跑出来做个西医不知道啊，做个血管栓塞，这是早死，哦，这个绝对不可以做。你一栓塞的话，肝阳就受阻啦，肝阳就进不了血分，好，这个血药力，我们那个血没有办法透达，当然我们的药力也就没有一样没有办法透达，啊。那藏红花呢？因为产在西藏高山的地方，青藏高原上面，好，它能够通到脑部的血，所以你如果吃藏红花的话，一般来说脑部不会缺氧，好，所以西藏人。很多动物啊，那个羚羊就在那个5000公尺以上的那个高山跳了很跑得很开心，有没有？那个牦牛啊跳，你看那羚羊跳跑啊跳很开心，有没有？为什么它都没事？我们长期有事啊，这红花嘛啊，没事在那边吃又啊，然后我们要吃冬虫夏草，你想想多好，好，好，所以红花呢，在我们使用上，我们治疗脑中风、脑淤血的话，我们都会使用红花，好。那如果说你没有藏红花，找不到证明藏红花，你用川红花的话，剂量用重点就好了。好，比如用3钱，那你用大剂的时候3钱4钱，很大一包。那你用藏红花可能5分1钱就够了。啊，藏红花的力量是比川红花来的强。好，但是真品不好找。好，这是红花。第四个是蜘蛛，好，蜘蛛。那这个蜘蛛呢，好，诸位看哈，一般来说我们这个蜘蛛呢要找在产地，你看哈，取大腹深深灰色，腹部是深灰，越大肚子鼓得越大，而且深灰色的，还是空座做圆做织这个网子是圆形的那个蜘蛛最好，所以你要去荒野采蜘蛛不要乱采，要看肚子很大的黄黑的灰色的啊，网是圆形的采回来是吧，入药。好，那这个我们经方呢也有用蜘蛛，它是规定了，啊，要屋子的西南角，所以你要拿个罗盘测清楚，不要找东南角，西南角的蜘蛛。好，当中有些药很好玩，我们在后面要介绍啊，里根白皮啊，东南角的里根，所以你要拿罗盘去测，好，看看东南角在哪里。当然你是植物学家，你看叶子怎么长，叶子都跟着太阳走嘛，对不对？所以叶子怎么长，你大概也知道东南角在哪个位置上。啊，东南角的李树根，啊，西南角的那个蜘蛛。好，那这个蜘蛛呢，西南角的蜘蛛去在房屋的西南角那边结网的蜘蛛，把它采回来，那就是我们要的那个蜘蛛。好，那蜘蛛散很有名的蜘蛛散，好，我们知道散气，好，寒散凉用。那这里的蜘蛛呢，好，足。口窝眼前哈，累力啊，我们身上这个喉那个结淋巴结肿大哈，还有这蜈蚣咬伤啊，好脱肛啊，好都可以。好，你看小儿大腹哈，丁稀3年不能行路哈，这个肚子肿大在里面哈，不能走路。那这个输送呢，烧蛋治小儿腹肝，好，其实这种都是肚子很肿大。这里讲的都是什么寄生虫啊，寄生虫，我们会用虫类的东西一定去抗虫啊，对抗这个虫啊，那蜘蛛很凶嘛啊，它要对抗虫，一般来说都是肚子里面有虫长虫，好，长虫。你如果说真的肚子里面有虫，好，我们有很多打虫药，中药里面有非常多的打虫药啊，都可以使用。好，那这一方面，你如果用吃西药的打虫药，我倒不反对。为什么？因为打虫而已嘛。哦，打完虫你不会吃嘛？哪会每天在吃打虫药？你那么多虫啊，对不对？啊，打一次2次就够了。那中药也有打虫药，这个我不反对。好，好，好，这个后面的禁忌，诸位自己书上有，自己看看。好，这个第五个呢是赤小豆。好，赤小豆，那赤小豆呢跟红豆长得很像，我们挑越紧小，越小越细小的越好。好，味辛性平，好，无毒。赤小豆呢主要是行水，好，行水散瘀。
啊，我也使用了很多啊，赤小豆。啊，鳝鱼。哦，甚而至于包括痔疮，好外痔我都可以用，我都加赤小豆，很好，好吃都当归，好吃赤小豆跟当归，啊能够排血，能够，好，那消肿解毒，那个赤小豆能够消肿解毒，好，所以排痈脓肿脓血，好，那一切的痈疽恶疮，像肛门痔疮就是一种啊，对不对？好，用赤小豆，好，这个真泉呢，他说这个治热毒，好治热毒能够散热血。那这个孟显呢？好，他说